大家好，我是 Elsa，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、エルサです。日本呢，每年都会有很多 cosplay 的活动。那我们如果去 cosplay 活动上见到自己喜欢的人气 coser，想跟他一起合照，那我们该说什么呢？今天呢，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跟 coser 合照必备的四句日文。首先，coser 呢不是艺人、明星。很多 coser 都是出于兴趣来 cosplay 的，那我们在拍摄之前呢，最好征求一下对方的同意。请问可以拍张照吗？写真を撮ってもいいですか？写真を撮ってもいいですか？请问可以拍张照吗？写真を撮ってもいいですか？大多数时候呢，我们征得对方同意之后呢，很多 coser 也会摆好造型给我们拍照。如果我们想跟 coser 合照，我们可以询问对方，请问可以跟你一起合照吗？一緒に写真を撮ってくれませんか？一緒に写真を撮ってくれませんか？请问可以跟你一起合照吗？一緒に写真を撮ってくれませんか？那拍完照之后，如果我们打算把照片上传到社交网络，也最好征求一下对方的同意。请问我可以把照片上传到网络上吗？写真をネットにあげていいですか？写真をネットにあげていいですか？请问我可以把照片上传到网络上吗？网络呢，在日语中也是一个外来语，读作インターネット。インターネット。那简略的说法呢，可以直接说ネット。ネット。请问我可以把照片上传到网络上吗？写真をネットにあげていいですか？写真をネットにあげていいですか？那如果活动结束之后，我们想把拍摄的照片跟 coser 一起分享，我们可以询问对方有没有名片。请问可以给我一张名片吗？名刺をいただいてもいいですか？名刺をいただいてもいいですか？日语中的名片呢，写作汉字"名次"，读作名刺，名刺。请问可以给我一张名片吗？名刺をいただいてもいいですか？はい、以上です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在 cosplay 活动上跟 coser 合照必备的四句日文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呢，请帮忙订阅、关注、点赞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，拜拜。